日本政府有经宣布要阁捐100万剂 AZ 疫苗予台湾，有五十个月送到台湾。WHO 的专家建议，卖人要注无共厂牌疫苗，因为讲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今下晡全台用电量有3859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也出现供电吃力红灯。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公司暗时新闻》，我是柯TV。来看下全台用电量又搁创下历史新高，因为天气烧热，防疫期间民众是拢伫厝内开冷气，用电量到下晡时阵，剩3859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这么多代表供电吃了红灯，好民众都爱省电。那哪起美丽风景，有人趁着小可解放的第一天开车出去吹风，也不过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只当避伫车内吹冷气。今天天气真的有够热的，那出门都要开车出门，那冷气都调到最强这样子。户外天气小大，室内温度也真湿。有人从厝内电风扇拍开直接吹，也有人开冷气降温，甚至有人冷气一开就是几天。今天热不热？很热啊，只能待在家里一直吹冷气。电风扇的冷气都一直开，不然真的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个汗一直在流。因为天气出日头烧热，加上疫情关系，多数民众继续伫厝上班，连带全台用电量各创新高纪录。根据台电统计，拜一十二尖峰用电量是3821.2万千瓦，就比到拜二十三下昼2:59，用电量更加达到3959万千瓦，各创历史新高用电量，也拍破今年七月以来单日用电量第一，各夺去供电吃力的红灯。明后天应该。用电的尖峰还是会持续，所以台电公司还是预请各界还是要节约用电。台电强调，管税收大收机组已经陆续归队，民营新增电源再生能源也继续并帮家己供电行列。台电会拍拼确保供电稳定，呼吁民众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冷气温度设定在26至28度之间，同时避免在用电尖峰时段，每天下昼2点到8点使用洗衫机、烘干机等大型开了电的家电，以舒缓用电尖峰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鸿海和台积电要捐500万剂的 BNT 疫苗，政府是向积极伫事后抢功劳。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即摆采购政府坚持爱合法、安全、有效，是公家甲企业斗阵克服困难。另外，日本嘛宣布要阁捐100万剂的 AZ 疫苗予台湾，十五对到会。日本连续两摆无偿提供台湾 A D 疫苗，拢总237万剂了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十三早起阁宣布，阁捐100万剂 A D 疫苗予台湾。Indonesia、Vietnam、および台湾に100万回分ずつ追加供与を行う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これらのワクチンは15日に各国地域に輸送する予定であります。助理代表謝中鼎随即在面册发文感谢，也表示这批货到17万吨，十二已经为工厂运出，准备十四前往验货。外交部甲指挥中心也表达感谢。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哈日本政府前后三批来捐赠哈这疫苗给我们哈，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赶快能够哈建立我们的哈提高我们的施打率。日本国产 A G 疫苗加上台积电、鸿海甲英联合买的1000万剂 B N T 疫苗，有希望大大提升台湾疫苗的覆盖率。只是台积电、鸿海签约买疫苗过程，部分人士质疑政府卡关，事后抢攻。路透社更加报道，上海学生办一度在合约要求处置台湾民众医疗记录。因为公司合作，我们政府的团队协力，大家一起克服。好多好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整件事情过程中，政府最坚持的就是一定要合法、安全、有效。我们做到了，我们守住了。继续台积电鸿海了后，传出组织基金会上紧13有希望完成签约，对此指挥中心给条回应：有鸿海台积电模式，按照这个机制继续协助组织。想到这个时阵，万东集团董事长邱旭东在股东会讲，早在年初就想要买疫苗。我去问政府，我要买可不可以？啊，他们轮不到你，这是政府的事情。我就乖宝宝的，我就没有再做下去。
但是中对此回应，感谢真侪社会企业人士想要斗三工，也毋过买卖毋是遐尔简单。同时，伊也公告，目前陆续教会疫苗拢伫指挥中心的规划范围，明年后年的疫苗，即马相关单位也已经在进行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也是疫苗消息，高雄都社会民众伫两礼拜内，蓝带组 A Z 甲莫德纳疫苗。加上这期有组疫苗健保卡都注记，为怎样无人发现？指挥中心表示，这未影响健康。高雄市府也强调讲，病院受疏失会检讨改正。做完疫苗，民众健保卡拢会大大抓注记。按过高雄这个76岁长辈的健保卡，一面记 A 二，另外一面记莫德纳。原来一直6月24到7月初到注 A 二加莫德纳疫苗，中间啊浪短短两礼拜。第一季接种完，健保卡上面是有贴一张 COVID-19 的贴纸 ，COVID A Z 还有接种时间的贴纸，这么大张在那边，怎么回事？没有人看到。停车了啊。有做过就袂使，即个内底拢是啊。加上讲，老多人6月24做完 A 二，这个月初接到通知，讲爱做第二剂，才伫7月初到家己去注射站来注射。迄天医护人员无注意到健保卡有标示 A 二，问完了后，就替老多人做莫德纳，互因真烦恼，影响到健康。也这个健保卡无同步改善资讯。这样的一个剂量缩短，那一般而言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伤害。类似这样的流程，再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个措施。全国有大量的一个接种的数据资讯需要上传，因此在整个资料传输的过程中，或许会有内阁的情形，目前都是可以在掌握的状态之下。发现民众注无同款疫苗，也防止控疫苗注射站无连线作业，无法度更新消息的状况。市政府是回应，病院已经坦白承认有疏失，会持续追踪民众的健康。若是突出健保卡这个资讯差这多，研判是全国注射率这高，才会前延改善的时间。不过，在高雄市部分安怎改善，无明确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目前 Delta 病毒是已经传到104个国家，成为全球主要变异株。不过，真侪国家即马是疫苗无够，但 WHO 都呼吁富裕的国家爱放弃注射第三剂的计划。那有的国家疫苗是懒得注 ，WHO 讲那是一个危险的趋势。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12在日内瓦的记者会表示， Delta 病毒会成为疫情传开主要流行的病毒株，全球死亡的人数当在千冠，还有很多国家连对抗疫情上前线医护人员都没到疫苗可以给他们保护。富裕的国家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进行注第三剂的计划，手头若是有两项的疫苗，应该要直接关乎 COVAX 统一来处理，帮助中低收入的国家共同来度过这波难关。那若加拿大、泰国等等的国家疫苗懒得做的政策 ，WHO 的科学家是警告讲，这是一个真危险的趋势。面对增高外传的 Delta 病毒，法国总统马克宏12暗时在电视直播公布解封了后新的防疫规定，要求医疗体系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在9月15日之前注完疫苗，若是违反的人会去被停职停薪。为后个月开始，满12岁的人出入商店、餐厅、酒吧、电影院等等的公共场所，还有坐长途的火车、客运、飞行机，拢要有注疫苗记录的健康通行证，或者是48小时来 PCR 检测。而且为了推动民众会当量早注射，为秋天开始，若无医师开的药单 ，PCR 检测一律拢会收费。迄若过一个海，英国虽然热天结束之前，过一天确诊的病例数的预估，拢已经出现10万例惊人的规模。首相强生12日也是坚持后礼拜全面解封的计划无改变。不过伊嘛强调讲，疫情还未结束，警告讲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阁加悬，若是有必要，无排除会重新启动防疫限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南韩的首都圈是进入第四级的境界，虽然健身房也是会当用温，但个慢跑机的时速限制在6公里以下，未当播送节奏较紧的音乐，亲像江南 style 都强禁止。温岛民众挂嘴暗连走机中间加透明隔板，防护措施做甲正认真，因为目前南韩面临上严重疫情，连续一礼拜单日确诊超过1000。健身房虽然会使开放，但阁爱遵守政府规定，亲像讲慢跑机限速未使超过每点钟6公里。另外，护路镜未使对外开放。템포도 늦추면서하는거는어차피땀흘리는건똑같은데이게맞는건지정부가제대로된지침을내린건지도잘모르겠고
原本林冠来是放真大声快节奏的流行歌，即马是放古典乐，政府连放什么歌嘛爱管，只要每点钟速度超过120 BMP 的歌曲都未使播。韩国男子团体 BTS 真侪首歌，甚至是全世界有名《江南 Style》暂时被禁止，安尼就是为了防止老歌喷到别人。이런식으로운동을하시고어떻게하시게되면아무래도회원님들께서도운동효과가이제많이반감이될수밖에없기때문에센터입장에서는어떻게보면헬스클럽운영하는본질적인의미도많이희석이될수밖에없고이렇게런닝머신속도를제한하면서까지운영하는이런규제가과연코로나의확산에얼마만큼제약을걸수있는지사실그부분에대해서도너무의문이많이들고있습니다暗科家的防疫政策却被民众批评，有人讲这是无够实际，也和总统文在寅亲身给大家回击的。또다시국민들께조금더참고견뎌내자고당부드리게되어대단히송구한마음금할수없습니다무엇보다희망을가지기시작했다가다시막막해진중소상공인들과자영업자들을생각하면무척마음이무겁고가슴이아픕니다집중안경심야진증看比赛的球迷坐门花座，保持社交距离。韩国职业棒球赛虽然去年重新开放给民众入场，只不过即马仍然受到疫情的冲击。十二传出有五个职棒球员确诊，韩国棒球委员会紧急开会讨论，决议将赛季暂停一个月，球迷都要等候到8月70日，东京奥运闭幕了后，才当重回球场看比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日本新宿车站附近的大楼最近是出现一个 3D 的立体广告，这是一只大只猫啊！除了伊会看下骹过路人，伊的表情嘛真古锥。东京新宿车站附近的路口，真侪人拢摕着手机啊，对着头前顶头的厝顶。原来有一只猫吊伫咧厝顶，无法度来。一只猫伫咧遐上楼骹的人，犹阁一直敢随之。看伊有当时啊向前，有当时啊个退后，敢那唔知影如何是好。でもちょっと猫がキュッと映った瞬間、なんかそうみんなこう気持ちが和やかになるというか、愛らしい姿見えて、ちょっとほっこりするような気持ちがありました。这只猫真古锥，真侪人拢停来看。其实这是用 LED 荧幕所放的 3D 的影像，用 4K 高画质放伫咧这个面积超过154平方公尺的圆角的荧幕。一只猫头伫里遐一直上一直叫，予人熊熊一看，唔知是真诶也假。いや、ああいう猫実際飼いたいです。とても迫力のある映像でびっくりしました。这期广告是当地企业组织制作，希望伫里东京继续甲新冠病毒混战的时阵，会当伫里新宿创造一个吉祥物，鼓励人心。这只猫所在这栋大楼。Cross 新宿大楼也伫这个月20开幕，分做楼顶的活动空间，加地下室的咖啡厅。这支猫咪的广告，按算自12进入第四遍紧急状态了，会自逐天的早起7点到暗时8点，不时出现伫咧空中，为防疫生活的民众加油。业者也希望透过这个 3D 的猫咪，会当吸引更加侪公司伫咧遮放 3D 的广告，带予民众更加侪无同的惊喜。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多多的关心，国内疫情加增加28例本土病例，6例死亡个案。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照目前的速度，应该伫8月中之前，就当完成国内20%的人有注意苗。国内新冠疫情转好，13新增加28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15例上多，国内是台北市9例，通迁2例，苗栗县甲台中市各1例。我们现在解除隔离的百分比大概84.7%，好，那案件数今天大概需要再调查的案件数会比较多一点点哈，那不过也都是在这个30以下这个范围之内。另外，我那新增加6例死亡病例，年纪是60多岁至80多岁，确诊日是伫5月16日至6月19日，死亡日是伫7月7日至7月12日。其中案数887一个案5122拢伫个解毒隔离了后，因为心肌梗塞死亡。目前国内确诊拢伫20-30例左右，也予外界关心，所来台湾是毋是可能拢维持伫这种个情形？想要拢无案例，是毋是无法度啊哩？我们不用这么的悲观了哈，我们一起努力哈，那我相信哈，一定会把这疫情控制住的。
教育中心最新的统计，十二全台湾有22.3万多人注射疫苗。进前总统蔡英文宣布7月底疫苗覆盖率要达到25%，不过外界认为讲，伊即马注射速度都要等候到8月中才有法度达成。对这代志，教育中心是讲，目前注第一剂的已经达到15.9%。若做出来，卖看干那注第一剂的人数，是将一二剂注射的数字加起来了后，除全体人口比来估算，也就是方便在国际比较的基础甲人口计算，数据都是16.27%，所以达成应该无需要等候到8月中。因为我们现在第二剂打得很少，所以这数目就会很接近。那至于说要达到25%，我们认为不会到8月中那么久。那是外传疫苗注射手风心肌炎这个讲法，指挥中心是讲新冠疫苗是肌肉注射，目前注完莫德纳，敢那少数人会得到心肌炎，而且伊少年男性较侪，是真罕见的副作用，甲注倒一支手骨无牵连，这应该无科学证据。记者综合报道。疫苗预约平台对今开始是开放18岁以上的人登记注射意愿，甲50岁以上民众18岁以上地沟里完成登记。若是讲收到简讯，就等到网络预约注射。啊，不过今网络系统一下是量伤侪，无得运作，到下晡才恢复正常。收到通知简讯，想要预约注疫苗的民众来邮局，希望邮署会当到三工预约注射时间。政府13开始陆续用简讯通知符合资格50岁以上的民众，也加18岁以上地沟里来预约注预防针。除了线顶预约以外，民众原来会当到邮局、超商或是卫生单位查健保卡现场预约。我想说就先来那个排队，然后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先打到疫苗，也比较安心一点。号召是针对到现在还有继续在贩售实名制口罩的药局，好，所以这些药局还有4000多家，还有80%的药，这其中的80%还是有意愿继续，就是除了实名制继续贩售以外，还是会来协助做一个这个意愿登记。因为13除了进行第二轮线顶疫苗注射，也开放第三轮18岁以上民众疫苗注射意愿登记。登记对象是18岁以上的民众，会当为13开始到15下晡5点就网络登记。未来符合资格收到简讯了后，才当进行预约。不过熊熊这么大量，超过电脑所预设的数量，才提示到系统整个失灵，无法度运作。抢修了后，差不多下晡1点恢复正常，平均每分钟差不多有50000人上线登记。因为他现在只是问的是一个意愿，你意愿打哪一种疫苗？所以我觉得就是2剂都先选，那看政府到时候安排到可能会让我先打哪一剂。少年人用手机上网络，大部分都顺利完成意愿登记。经过中央的统计，到下晡1点，第三轮18至49岁完成意愿登记的超过167万人。那第二轮接到简讯预约注射的有50000多人。下午1点的数字哦，那已经就是单勾 AZ 的已经是超过130万人， AZ 跟莫德纳都能接受的也已经超过110万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势必本来讲的那个长幼有序的那个原则就会必须开始使用。东方讲，上来三礼拜拢是注 A Z， 乃至高酸莫德纳的民众，即个无伫名单中，所以乃至有意愿也会当伫第三轮意愿登记的期间修改选项，乃至改单选 A Z， 都会伫第三轮的名单中。记者综合报道。离开香港的人以海国旅团，即马会当出团，大型的游乐园嘛开放了，啊，毋过专台餐厅拢无开放伫内底，真惊是要安怎经营咧？有的业者就说，现在在户外设置专属的吃饭区域，如果旅行团游客可以回房间再吃，不怕三季好运百年头一天，这一团透早为台北出发的国旅团就4个人，符合个人以下组团规定，车来落实梅花座，当客第一站来到基隆看海散步。原本行程要伫和平岛公园野餐，因个观光局规定，园区内袂当饮食，也袂当烫水暗。业者伫前一暗紧急召附近的民宿，予旅客食饭。
在用餐不是很方便，我们呢在初期呢也不惜呢这个成本的支出啊，所以呢中午呢我们也换了一种新的创意的形式帮客人安排的用餐的地方。业者讲，高规格都是方向，压关成本无虾米利润。另外有用餐难题，唔那是团客，像关帝庙两个月大型游乐园，透早迎来旅客，也唔过因为全台餐厅拢无开放内容，业者就特别设置豪华用餐区，方便将会当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在园区呢也备有户外的用餐区，欢迎大家买了食物之后就到我们户外区来享用。那在户外区这边呢，其实我们也都配合 CDC 的规范，放风假，好闷很久是不是？对。哦啊，小朋友嘞，就是这阵子有带出去玩吗？啊，没有，今天是第一天。台中有两项业者规划，消费者只要消费金额达到规定，就开放饭店房间，让旅客到房间吃饭。也不过，只限同齐旅游，还是同一家人。影响方向，无论是带团，还是到观光游乐园，吃饭那么像以前方便，未少民众归去到单纯大饭店，直接在客房吃套餐。旅游业者观察，最近饭店订房率有明显上涨，可能在自由行的选择上面，或者是安排上面会更加的弹性。有发现我们的订房的成长其实是有蛮明显的攀升。那对比就是三级警戒比较严峻的时候，那大概有成长了150%左右。业者分析，各路市场确实是因为民众翕相久有淡薄复苏，也毋过即马全国游玩是三级防疫，阁有用餐店限制，民众出去佚佗也是会有真侪顾虑，较袂有各路大爆发的人潮出现。记者综合报道。翕相久的阁有大学考生，大学指考到7月28日开始，今年有41,000个考生是史上上少。今年为了防疫，每一间市场考生是降到剩20个人，考试专程爱挂嘴安。考生若是收到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通知，无通报相当就会取消资格。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学指考为7月初3至初5延后到2月举行，都惊考试群聚会造成防疫恐慌，所以大考中心公布上新的防疫措施。每一间考试场考生为42个人降到20个人，考生入场进前甲考了的试场拢爱做消毒，而且无开放集体报名的单位设置考生的服务队，嘛增设隔离试场的数量，而且每一间隔离试场人数限制为10个人降到5个人。如果没有佩戴好，经过多次的劝导，大考中心的考试委员会来做讨论议处，最重的话可以扣减该节全部的成绩。没有主动告知我们就来参加考试，如果查证属实的话，我们会提报最重是取消考试的资格。防体温甲挂嘴暗是防疫一定要做的，若是考生经过宽度，要是无要配合甲嘴暗挂好好，就会提报考试委员会，相当迄科的零分。另外，因为即届指考无补考，若是考生确诊、居家检疫、隔离或者是考试的期间确诊，无法度专程参加考试，即嘛嘛有补救的方法。考试入学管道的考生，减负自传、读书计划提交给招联会转送繁星或分花。但放弃入学的考生可以申请分花延繁星录取的校系，个人申请管道或校系正取或校系被取且兼分花或放弃的考生，可以选择一个校系分花。补救措施三项选一项，选择考试入学的考生，爱附备审资料等等相关的文件，上座会当填6个志愿。若学测的成绩是由代考中心提供给学生选志愿的参考。另外，翻车甲个人的申请，这两种管道拢是一个校系分发。一拿医学系、企科系、师资培养生、公费系组等等政府有人力管控的校系是无合用。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明仔日同一时间，咱再会。